今年啊，给这个冬瓜做了一个吊床，你们看有趣吗？这个冬瓜呢，它长在这棵冬瓜蔓上面哈。现在呢，这个冬瓜已经长得很大了。按照这个重量啊，这个冬瓜蔓呢，它是用自己的这个茎蔓哈，就是自己长的这个茎蔓，攀爬在这个木头架子上面的。这么重的冬瓜，那肯定是承受不了它的重量的。我就想了一个办法，用一个网啊，把它兜起来，然后呢，四边呢，把它这个绑在这个木头架子上面，用四个点给它分散了一些这个重量，这样呢，这个冬瓜就可以在这个网里边，它既透风又透气，还不影响阳光的照射，就可以慢慢的生长了。我们来看这个冬瓜到时候能长多大。